好，等会。哎不，你吃饭好不？无用，我跟你讲一个来人吼，来咧，我这个人吼，我这村三个人，看你们吃无？这叫啥多哩鱼？吼，完全拢无吃猪肠猪尾巴，真好吃，好吃。好来人吼，要吃迄部未半部的，我先跟你讲一个。我讲来人吼，来咧，我讲来人吼，你都要吃。嗯。好啦，对啦，好，听番路易安尼讲。我讲来人吼，你要吃无三个人？吼。一包三百，两百多利完全拢无饲，两百百五啦，一百块多啊，一百块，系无？多利三人坐一百，无我要下班啦。咱讲坐了，我要下班啦，咱讲真诶啦，因为我惊我会中风。哎，迄个，大要食侪无？鱼爱千百无饲，煮汤煮袂干，怎样饲？一百块，好无？一百。所以你上礼拜不是买两千七，还是两千多？记得你有讲。啊，无记得做假赛好不好？我无做假啦。无做假有啥物？阮查某囝拢做嘛啦，要搁做假。你查某囝做嘛？啊，对对，他是做寿啊。哎，他看起来像阿嬷而已，没想到。查某囝做嘛？对啊。啊，你唔四代啊？太厉害了。啊，搁冲起变五代啊嘞？嗯。好要不敢说啊啊看起来我才敢说啊你太像揍的年纪哎呀什么呀七八块来哪里啊我们从教二啦二啦再来一次来好了衣服都穿很久那你也是节省的啊节省一组，跟水水一样。我是这样勉强度到现在，就看够了啦。来攻击嘞！再一点啦！再一点还要下班。嘿嘿嘿，你是我的宝贝，真小。来抓这沙发，好不好？沙发好。下班一条一条。来攻击嘞！好，沙发过来抓一块沙发。两块沙发，你嘛甲我看一下，你甲我问，你甲我看一下，啊，无我就无来的呢。咱讲真诶来，吼，三百块，你要食无？有没有兴趣？我说真的。你问问古巴甲我看，你叫我安怎？咱讲真诶，没话题，你怎不知影？你们都跟姐姐一样，勤俭持家。对啊，不是你甲我问问看范围啊，你要叫我甲你讲三来三百块啦，安尼啦好不好？我大兄说哦，我讲八啊，现在金四四三百，来接，两来我讲八金四四啦，现在我系三来啦吼，来四百多哩，三百块多三百，摆手机，七七三百来啦，好来啦，好，继续带你啦，来，啊你要吃无？八大鱼啊，金四四过来，哦一尾三百，两尾三百。来三尾三百，我弟妹，吼四尾三百一个来啦，正大只来三百，来三百块，来，我紧慢慢时间下班啦，来咱下班啦，咱下班啦，来三百，好，来再叫加点，流行很久了，外包嘞，什么呀？小孩也都会唱，会唱会跳，加，加啦。哈哈，你们吃三百，你们吃吗？三公斤呢？三百一杯，三百。刚才有看到，他穿美国的，他可能是美国队的。我来呢，六点半，三百块你们来不？无啊吼。三百。好，算了算了，我下班了，我下班。哎，够意啊！你带你好好，就准备下班呢。可以下班的啦，我也下班。我就准备下班呢。好了，下班无钱赚就无钱赚，咱讲真诶啦。啊，无我做难过，下到做无奈诶咧。你要爱我啦？啊，来啦，剩这两个人尔啦。我讲卖去几个三百二块，一包一包啦，爱无？一百块啦。你两包一包啊？一包一包，看得贵。我帮你，我帮你搞。我袂晓，遐无。一包一包。啊，两包百五。无啦，伊固定个啊，伊拢固定安尼。唔是你要吃，我买要吃哦。十包买一斤，你有几多十包呀？我
千斤。好了，那个没什么利润的，固定价格通常都是没什么利润的东西。哎，不好意思哈，你们上次那个牛排大户那个美女啊，好，来我进来哦。喜欢就讲话，喜欢就讲话哈。说真的，你话现在血压已经飙升到240啊。240。来我进来。进去对一个。好，已经飙升到240。赶快去压一下。抖音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有两个吃乎肥肥，还有吃乎肥肥装乎垂垂，也顺便接追踪一下我们的脸书粉丝团。然后我们 YouTube 的话是每天都会有直播，早上晚上都会各一场，有时候是直播，有时候是回放，反正就是都每天都会有直播，你可以到 YouTube 来看。然后 YouTube 也是很像，明天的话是那个大叔休息，然后那个帅弟弟燕春是在二水，所以要去采买鱼货的就到二水去买鱼哦。你要先点，然后有时候刚点不能马上喊，是因为前面可能有两三个人已经有先点了，或是你可以来站我后面，站我附近，我帮你跟大叔点货这样子。啊，有时候是有点过，大叔说好，但是他可能忘记了，所以你要再讲一次，因为有时候真的太多东西会忘记。我累了。神秘猎人，你该不会刚才有来的那个橘色还是红色衣服那个新生吧？我有注意到你啊，我后来看你的时候你已经走了。对啊，他陪我一起，你们两个加休息。了解哈，我们两个同姓的。OK。好。哈哈哈哈哈。你啊，因为后面就没什么了，后面都是一些阿姨啊。通常那些阿姨不会买福利标啊，因为她会觉得一次花500太多了，她会想要100的买。加200。扫卖模式没有，已经结束了，卖完了，差不多了。